我记得其实前一阵的时候疫情期间嘛，挺多夫妻离婚的，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，就很容易厌烦。其实我还挺紧张的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万一我离婚怎么办？我就去网上搜索了很多夫妻如何相处的话题，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要抚养费，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该如何生活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离婚后该如何寻找下一个独立女性。好，有保证了啊，有保证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